小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扮成素锦娘娘，把劫珀灯给偷了。你扮成素锦把劫珀灯给偷了？哦，你惹祸了。惹大祸了。我就偷了几天，不至于惹大祸了吧？你知道这劫珀灯300年不灭可是为了什么？太子殿下用这灯再造当年素素娘娘的骨血啊！什么？素素的骨血？ 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个凡人娘子啊！300年了，太子殿下日夜守护此灯，谁都不敢靠近紫宸殿。你怎么就敢溜进去把灯给偷了？这灯火可还着着？灭了。完了，帝君还在闭关，他也帮不了你。 看看还有什么法子能让你躲过这一祸吧，小殿下。就在这儿等着吧，我和三殿下进去劝一劝，希望太子殿下能宽宏大量，既往不咎。多谢三殿下。 你先别急着谢我，你是不知道这劫珀灯对夜华有多重要，还是先让我和司命进去看看再说吧。